你给我等着，等着。刚才我在健身房遇上俩人，一个跟我展示有六块腹肌，一个跟我展示有八块腹肌。拿好，你那玩意儿拿好，挺好的腹肌都长散花了。我这都好，就一块，哼，整个，我也练，我就不信了。小米粒啊，过来看我表演呗。啥钢管舞啊，仰卧起坐，我现在一分钟能做250下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做不上来的话，咱俩打个赌，我就输你1000块钱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等你啊。哎，真起不来呀，我得赶紧去热热身去，一会儿来了。大哥，你眼镜掉了，是吗？嗯，啥意思啊？怎么踩不碎呢？你不使劲能踩碎吗？你看，是了吧？妈呀，他就把我眼镜踩碎了。不是，我2000多块钱买的，赔我钱。不是，你不踩不碎，我帮你踩的吗？谁让你帮我踩的？啊，你赔我钱。我没钱。你刚才打电话不说兜里有1000块钱吗？拿拿。我那是用嘴里边吹出来的，不是。你问大伙邻居啊，我什么时候兜里边揣过钱？我有钱吗？别闹！我真没钱。没钱就踩我眼镜上去。我兜比脸都干净，要不你要我脸得了？脸能当钱花吗？我要钱来。不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走，你走。大哥犯心脏病啊！我走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真没钱，但我也有。你跟我回家取去。我傻呀，你家那么多人，我上你家听光给我一顿揍啊！不行，现在给。我爷自己在家呢，都70多岁了，根本就打不过你。真的啊？那你有多少钱？我爸昨天刚给他寄了5000。5000啊？走，找他去。哎、好。这找啥找？哎，你敢跑？来，说，追我来，来，追我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给我站住！来来。来队长，哎，赶紧上来！哎，队长吧，哎，拜拜，队长走，哎，嘿嘿，走啊，走什么急？我看看不行。哎呀，王叔啊，哎呀，你说我呀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王叔非让我到他家里来陪他下象棋，下了一天了，他一盘都没赢啊。哎呀，我还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让我赢一盘，你就回不了家。王叔啊，下棋可以，你这是相面呢？你这是，我说看一看，看吧看吧，你得让我喝口水行不行？俺家的水在那，你知道去喝去吧。哎呀，你快点下，你这下棋嘛，你这不是相面，你，哎呦，王叔啊，人家收藏的都是茶壶，你收藏的是望远镜啊？望远镜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，这不知道谁扔了个破茶壶搁刀边上，我怕打碎了嘎了孩子的脚，就拿回来了啊。我还没往那个垃圾箱里扔，你就来了，咱俩下棋，一会儿下完棋你给扔了啊。哎呀，那我还得给你干活呗，你多大点事儿、哎、爷爷，哎，爷爷救救我，站住，爷爷救救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咋撩那么快呢？怎么回事？等会儿，三叔来。那你谁呀、啊、你、啊？我他爷。你他爷呀、啊？你有钱是吧？你看，把我眼镜踩坏了，赔钱。谁踩的？他踩的。他，你问问他。你也踩了啊？啊，我把他眼镜踩碎了。你可真行啊你！啥的了？倒霉孩子，刚出去一会儿功夫惹那么大祸，你怎么踩的？他吧，是这么回事，往地上那么一扔。完了踩了一脚，没踩碎，
完了我说你劲使的不够大，我帮你踩吧，不踩家一下子就碎了。这个同志，我觉得还要说的，他像是在做那个助人为乐的好事儿。什么助人为乐呀、啊？天底下哪有这样事儿？我自己买的新眼镜，放地下了，自己踩不碎，让他给我踩。他说这话你信吗？那个爷爷，别说话了。啊。来来来，赔钱赔钱啊！赔钱。好，行行，你说多少钱？这眼镜呢是水晶的，嗯，1000块钱。啊？那么贵吗？我昨天刚买的，发票还在兜里、啊。行了，白掏了，买丢人。拿钱。哎妈，坏了，没有钱。你没钱？没钱。你儿子不刚给你邮5000块钱吗？啊，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告诉我的。爷爷，你就拿出来吧。啊。你真是我亲孙子，我呀。我这个命啊，你说，躺在家里都中枪了呀。二叔，看你家来客人了哈，我就先走了。顺风，你先别走，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那个他爸给我邮了5000块钱，我没来得及去取。啊、哦，你借我1000，赶紧给你打发走，别丢人了，好不好？我取了马上还你。哎呀，顺风，这不巧，我没带呀。你一个大老板，哪一天这个包里不得装个18000了，对不对？你借个王叔，肯定还你。行，你就给他垫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行，是少不了你的啊。王叔，我借你钱可以，但这事儿我得弄清楚，啊？你弄吧，机灵点啊！哎，兄弟，不是，哥，你这眼镜怎么碎的呀？掉地下了。我这怎么掉地下的？他给我碰掉地下了。哦，他怎么给你碰掉地下了？就是他一碰我掉地下了，是吗，小天？我没碰，碰了，没碰，碰了，没碰。等会儿吧，你看看吧，一个说碰了，一个说没碰，我这怎么分辨呀、啊？你这样，兄弟，你俩给我演示一下，情景再现，要确实是他碰的，没关系，1000块钱，哎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不完了吗？啊，来，看着啊，等会儿再来，这没碰着啊，这再来，别着急。不是，我是在这边，对吧？我在这边。这是他这个他也碰不着你啊。我在这边，你看。哎。我看出来了，他掉地下了，眼镜没掉啊？怎么没掉？当时掉了，当时我眼镜戴的低呀、啊。哦，戴的低呀、啊。哎，就掉了。你把眼镜戴脚上了？你脚上长眼睛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脚上长眼呢，长了个鸡眼呢。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啊！你问他到底是不是他踩的，你问问。王谦，是你踩的吗？是。我问你，是你踩的吗？确实是我踩的。去！哎呀，我眼睛都快眨瞎了，你不明白啊？拿钱。行。哎呀，你这位兄弟不就1000块钱吗？你至于吗？还追家里来了？我给。妈呀，真有钱！那个孙凤啊，你放心哈、啊，王叔取了钱肯定给你。没事儿，这小事儿，你别管了。爷爷，你也放心，以后路边的眼镜我再也不踩了。你还踩呀、啊、你？爷爷还踩呀、啊？你别打我呀！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倒霉，我手机掉了，让你们给踩碎了。大哥，你那钱别收起来，我手机又让他们给踩碎了，这账还得重新算呢。我可没碰，我也没动，我这个怎么办？老爷，别着急，我这是在你们家，我不是讹你啊。刚买了2月，6000买的，你给4000，多少钱？4000就行。你看，手机4000啊，眼镜1000啊。嘿，爷爷。你可真孝顺呐！那爹给我邮了5000块钱，我还没取出来，他就给花了。我呀！哎，街坊邻居们，5000块钱，
你们都看出来了吧？拿钱！这小子可是个碰瓷儿的，在我钱顺风面前碰瓷儿。哎呦我，你等着啊！你等着，我怎么治他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家我不能带，谁碰你找谁，我不行。哎，老爷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眼镜一千，手机四千，加一块正好我没有钱，刚买了俩月的新手机。我没有钱，你不带有，不带有，你没钱不行啊！不带。哎，我说，我没有，你跟我眼镜一千，手机四千，我也有钱，正好光我爷有，我爷有钱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爷。哎，老爷子，哎，这钱我就给你看，哎，你不是没有钱呐？好，我没钱，你光我爷。不是你们是不是比较蛮缠呐？不是，我没有钱，欺负人是不是？我没钱，欺负人在他们家，在他们家杀人欺负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杀人欺负一个人，实在不像话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这样，杀人欺负一个人，停。绝了你也得赔钱呐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这啥玩意儿这是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茶壶，不就个破茶壶吗？哎呦，我的茶壶啊！破茶壶，你哭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破茶壶？王叔啊，啊，王叔啊。嗯，你说人家今天下午啊，人家一个客户18万买这把茶壶，你就卖了呗？我当时说不出啊，你非买80万呢你啊？我这王叔啊，王叔啊，我都跟人家说好了，这把壶20万，你同意了，人家也同意了，人家拿着钱一会儿就来取壶来。现在这把壶这样了，不是你说怎么整啊？我明白了，太笨啊！回来！哎呀，这什么壶这么值钱呢？什么壶？啊，你好好看看，官窑的元青花，没有青花啊！你废话，你买老婆饼还送你个老婆呀？你买麻婆豆腐还送你个麻婆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把壶就是20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赔钱！不是故意的，大哥，你饶了我，这不是故意的。要不咱们这么着吧，我那眼镜手机你别赔了，这壶你高抬贵手行不行？不行，元青花20万，我亲眼看着你用鸡眼把它踩碎的。我现在急眼了，必须赔！哎，20万，赔啥呢？我告诉你，王小倩，咱不能以恶制恶，以暴制暴啊！你听我的，干净啊，小子！20万，你让我高抬贵手，我这手抬的可有点贵。高抬贵手啊！高抬贵手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但是你得给我如实的回答问题。你说，眼镜、手机是不是你自己扔的？我只是我自己扔的，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？早就坏了。多少钱？手机10块，眼镜20。你可太缺德了，你都冒烟了，你缺德得的。我告诉你小子啊，你这是违法，你这是犯罪，我都可以报警。报警！报警！对吧？我改，我头一回，这是我改。别把别人当傻子，把别人当傻子的人，自己才是个大傻子。哎呀，这个不是我碰的，这不是我碰的啊，不是我碰的。王叔，你替你办事儿，手机还真坏了。王小倩惹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，找他，快去吧。小倩，那小子你别聊，我赔你眼镜。我也没让你们赔呀、啊。你说我钱顺风好容易做件好事儿，我主要是回家没法交代呀、啊。我回我们家说我做好事了，没人信呢、啊。王小倩，不行，你得给我做个证据啊，王小倩。